做泳衣嗰啲啊，咁所以佢分流啦，男还男就女还女，系蓝色就蓝色蓝色点啦，唉，女士又俾你挤放嘅，挤咗之后先踩上去，挤咗鞋先至踩上去个地板，凭着地板嚟嘅，跟住辛苦都系 ，OK， 动作都系啦，系啦，温泉嘅地方啊，咁样系咁样系嘛，我动作系要做一个动作噶吓，我动作点样做咧？啊，首先入去之后咧。就留意一下啲位置先，即係邊對門推咗係浸乜住嘅地方啊？個地度啊，啊即係即係大概啦嚇，個環境都睇咗曬之後，啊個詳細環境都了解咗之後咧，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到做嘅咯動作。咁啊，首先咧就揾啲擠放嘅物件三個嘅位置咧，就盡量靠牆。好，曬啲衣服放好曬之後咧，咁開咗動作就做嘅啦嚇，面向牆。面向墙，贴住个墙，一路黐住个墙，贴住个墙行，啊，一路行，行到入去之后都系贴住个墙，啊，浸嗰十分钟内，好零啊，就穿煲，啊，十分钟内完成咗就沿路，啊，黐住个墙，慢慢翻嚟，攞衫走人啊 ，OK， 咁啊系咪啊？得唔得？系嘛，你睇到人啦，你黐条墙，你睇唔到你。人哋咪睇唔到你，不過你睇唔到人解嘅啫，係啦，咁多位啊，鄭重聲明啊嚇，一個笑話嚟嘅咋嚇 ，OK， 唔好千祈唔好做，千祈唔好做啊嚇。你越鬼師人啊都，越鬼師啊，而且精子嚟咗飄飄下嘅場都。我哋入住嘅格蘭酒店咧，佢最初咧就係呢個有個即係叫做最旺嘅咧，即係都係當然係我哋講緊嗰啲一個鄉下地方嚟嘅，啊，但係叫做最旺嘅一個叫春節街，係啊，所以大家食完飯之後咧就可以咧係啦，出嚟行下，當然亦都唔會好耐嘅，嗰啲營業時間都係八點半啊，九點前都 close 曬㗎啦，咁所以都係遇上嗰啲堅品。我出嚟入邊又有啲連接㗎嚇，太陽差唔多落曬山，落曬呢度，但係呢度嘅時間都係香港時間係5:00嚟夠，我係早咗一個鐘頭。我哋差唔多6:00就嚟到呢度。OK， 咁啊，多位可以個酒店過嚟攞多時間，都唔錯嘅酒店。好，咁啊，我代表過嚟攞多時。鎖匙啦，攞個行李擺放住都喺呢個位啦。謝謝。呢張都充實。哈哈哈！都係張台啊，都係佢呢個自助餐，大家6:00差唔多20分，好大。这个呢吃东西的地方是有 BB 床的，挺好。即是又想得周到，即是个铺飞有 BB 床 ,B 凳 ,BB 床也有。得了 ,OK 了。好了，妹妹好了，走了。
啊 ，OK， 落咗嚟噶啦，好啦，我哋行一行去啦，叫佢行一行去啦，嗯，啊，而家人少少就 OK 啦，格蘭酒店啊，啊，就呢度好靜嘅，呢度係一個靜嘅一個村落啦，啊，個城啊，呢個有温泉嘅地方，係日本嘅特別嘅地方。咁啊，好靜呢度。咁啊，而家又有一條街，就係呢度行嘅一條街啦。夜晚一條街，好温泉嘅呢度，酒店温泉喺呢度。特別嘅一條街啊！好，咁你繼續行啦。Seven 啊，到全世界啦，咁你啊 ，Seven 啊，咁好多啲。今日好多啲日本嗰啲大學生嚟，冇錯。咁就行一行，行一行好快啫，一條短短嘅街。間屋影咗啦，嗬，影啊！呢度影啊，呢個嗱，燈鬼屋啊，要唔要影啊，妹？嗯啊，嗱呢個咪啊，係啊。我哋而家走去行夜街，咁我哋行呢度，呢度嘅马路可以咁样着呢啲泳衣出去啊。咁我哋喺酒店咧就着住啲啊日本啊日本嘅咩衣啊嗰啲就室内嗰啲啊和服，咁我哋就去行呢条街。
咁喺呢度有一條涌。台湾来的，听你们的国语就是台湾的，我们小都听了。系啊，你就咁定住得噶啦。哦。哦。你要揿未啊？啊，泼水啊，泼系啊，泼水啊，啊，泼水系啊，呢边，你嘅手扑过嚟呢边，系啦，系啊，系啊。热嘅，温水啊。好消灾，系啦，就消灾。啊，息灾即系消灾啊，吓。嗯。咁啲水咧系都可以洗手嘅，洗到可以洗手嘅，自己洗手嘅。跟住我同阿妈行咯。行落嚟啊！行落嚟啊！嗯，好。但係其實喺馬路咧都好多人會著，咁呢邊就係外套咯。係啦係啦，好啦，嗯 ，OK， 嗯，好 ，cut 咗 ，cut 呢個時。暗暗啊，臨尾。臨尾嗰度更暗啦，冇燈冇剩，係凍冰冰著衫，唔該你手。
你自己行啦，你自己行啦。好了，山就唔好点啦，就唔好。